fighting! Ha-ha! 不好意思，美女，让你看到我这么狼狈的样子。这场比赛我会赢的，因为你。香水挺好闻的，借我一下。我没说要借给你。 我的新衣服，爷爷，这不倒了吗？这是，激动了吧？大哥，嗯，别打！ 你先忍着点，医生来之前，我先给你简单的包扎一下。哎呀，我是你亲哥，不是你杀父仇人，下手轻点吗？这不够轻吗？这跟你在台上比赛打拳，你觉得哪个轻啊？这不是挨揍啊，这是揍别人。你想想，又可以揍别人，还有钱呢，这世上有比这更爽的事吗？外地，闪电这个人。 没想到还挺有意思的。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医生，我妹妹的身体素质一向挺好的，怎么会突然这样啊？你妹妹本身血糖就低，而且连续一个星期每天只吃一个苹果，当然会晕倒。你的肠胃现在很弱。 不能立刻进食，必须要输完液才能离开。这么多，我得输到什么时候啊？我还得去机场呢。你要是不输完液，等会儿晕倒又得坐救护车回来。哎呀，你就听医生的吧。哎，是我，又见面了。哼，一天一个苹果是吗？亏你想得出这么蠢的减肥办法。 不要命了？嗯，姐，你没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？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. 而且我觉得苹果是一种又健康又营养又能减肥的食物。我懒得理你，姐。紧急处理的不错啊，必须的，谢谢啊。我这不是夸你。 不过这几天还是要多注意，不能有大的动作。哎，你这固定包扎的手法很熟练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还真不希望自己这么熟练。休息一会儿，一会儿到前台领点药就可以离开了。嗯，好的，谢谢你医生。那等会儿我去找你。嗯，好的。谢谢医生，拜拜。哎，拜拜。哎，小妹，包扎的手法这么熟练，是不是多亏了当哥的我啊？
哥，咱们能不能不打拳了？不打拳了？嗯。靠爸一个人养活这个家，那你的学费、医药费谁付啊？这些我都知道，所以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我考上医学院了，我还拿到了全额奖学金，所以以后我自己的病我自己可以医了。嗯，这么好的消息你现在才告诉我？嗯，那这么说我这些年的付出没白白牺牲了。所以你现在可以收起你的拳头，把你全心为拆夫的脑袋拿出来使用了。嗯，不错不错。嗯，什么时候会这么损人了，老妹？我没有，哥。没有？我怎么敢啊？我是不是该削你了？谁教你的啊？谁教你的？这样损我啊？信不信我削你？啊？信不信我削你？闪电这个人，不信，还挺有意思的。那你看看，他们兄弟感情真好。给你颜色看看。我觉得他妹妹挺好。这闪电也太二了吧？看老子，我全是肌肉，行动都只能靠眼脑反射。过来，都是因为他，要不然我现在就在机场了。行了你，别闹了，快了快了，很快就要输完了啊，别闹。司机，送给你吧。不要了。不要了。那就不客气了，谢谢啊。哎，你为什么来看我比赛？难道你也是粉丝？粉什么丝呀？我是被我姐给拖去的，要不然我才不想看那些野蛮粗俗的比赛。哦，这么说我得感谢你姐呗，把你送到我面前。对，你得感谢我姐，然后喷我一身血。哎，得理你。哎，上哪儿去？别别别！哎，哥，再聊会儿啊。嗯，姐，答应我回学校继续复读升学吧。嗯，也是，要别人知道你哥是三流高中毕业的，也挺让人头疼的。那哥答应你，考上北大，怎么着？哥有骨气吧？金刚钻，你干嘛揽瓷器活啊？你以为北大是便利店啊？每天在门口给你来一个欢迎光临，谢谢光临。哎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体育学院啊？体育学院提供奖学金的，你身手不错，真的可以考虑一下。走吧，姨。啊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什么体院？说清楚点。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，比方说振宇学院。振宇学院啊。哎，我觉得他们说的好像挺有道理的，像你这种身强体壮反应敏捷的人念体育学院最合适不过了。要不要试一试啊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又拐着弯骂我呀。你听得出来还不算太笨吗？走吧，回家呢。走了。回家呢，我给你做点汤，给你补一补。不回去了，我一会儿还要打工呢。还打工啊？你都伤成这样了。哎呀，皮外伤没事儿。你把药拿来，我给你装上。哎，哎，不行不行，你得跟我回家。走。送外卖了。哎，回。不好意思，我先拿了。都是他打扫的。走了走了，哪里吧？哦。